秘制金钱肚，宝们朝他点两下，祝你们都财源滚滚啊！报，姐夫，我的报头呢？啊，你报头啊？我给你留着呢，怎么能报小舅子呢？姐夫，你真大方，给你点个赞。必须的。甜甜圈，马上直播，吃了两个火锅，还有这个酸辣粉鸡排，这个是我女儿的甜甜圈，偷吃两口。等你们。吃个透明的春饼啊。油面包新吃法，放点料，死亡蘸料，看一下，超级香。再来一块，吃出了牛排的感觉，特别香。满皇小破龙，来个双击，老铁们，我给他秒了，看能秒了我啊！不用双击。有没有玩过这个没？小时候玩过这个弹子没？有没有印象？来吧，玩一个。下走了。这个东坡肉咱们整整炖了两个小时，待会儿给我200个双击就可以了啊。章鱼哥来了啊，章鱼哥预测了这个视频，给我双击评论的都能发大财，今天吃个爪，这个猴头硬，还有一股汽油味，这个爪子还老掉。不是，有很多老铁说阿瑞，不管你吃什么，你拍什么，我们都不会给你双击的。没关系，只要老铁们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啊。这个是灯笼果啊，它是一种药材，里面打开是这样子的啊，特别甜，吃起来，拍呗。雪碧飞扬，透心凉。哇！拍什么拍啊？你家有矿？有矿有。老爷会给你双击的。给个双击鼓励一下。像不像大面条？来一个。你们喜欢小胖子还是喜欢小瘦子？龙墨。